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收看《道德观察》的春节特别节目《天大的小事儿》。今天我和王鑫跟您聊一聊，过去这一年特别火的一件事儿，就是网络直播。要说这2016年最火的事情啊，就要算这个网络直播了。人手一个手机，只要有网络，轻轻的一按。人人都可以当主播，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来一场直播了。这直播的受众还挺多的啊。你看过直播吗？我看过，但是我平时不太关注。比如说，我就关注一些化妆品啊，还有一些旅游啊，其他我都不爱看。对对。其实我们也尝试过直播。你比如说，我们在2016年9月10号的时候，当时我是回我的母校西安交大。我们当年的这个辩论队是成立20周年，赶上这个教师节，我们一起回学校算省亲，向老师们注意这个节日的问候。当时就做了大概有2个小时的直播。那你觉得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体和直播平台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呢？直播的时候其实人更放松因为观众也爱看这种网络直播，是因为他可以随时跟这个播主做沟通交流。你在网络直播的时候，你在屏幕上能看到网友对你的随时的提问互动反馈，说哎，陆老师今天发型不错啊，王老师今天真漂亮啊。然后你也跟他说谢谢，一会儿你就得了一个法拉利。这么快就可以得到法拉利啊？后边就有这个运营模式啊。那还有一些吃饭睡觉的，我就特别好奇，这吃饭睡觉有什么好看的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这句话虽然是个玩笑，但是有人把它当真了啊。如果你当真，给人看他平时看不到的，他也想不到的东西，就有问题了。2016年2月，一段女主播在网络直播中挑逗未成年人的视频，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发。你知道咱们两个的本质区别是吗？你没有胸，我胸大。在这段长达4分钟的直播视频中，衣着暴露的女主播不断诱惑挑逗一名9岁的小学生。多家网站将这段影像恶意转发，有的还以女主播教9岁男孩如何调戏为标题，吸引网友点击浏览。为了想火成为网红，不少人在网络越走越歪。微博上一名16岁少女为当网红自曝裸照，还称大家帮她转发，可凭截图向她要100元红包。名为吃货凤姐的女主播上传了大量视频，多为表演食用特殊物品，如活吞金鱼、吃灯泡、仙人掌等。名为社会喜哥的男孩录制的视频挑战40支烟中，他将香烟分别塞进鼻孔和嘴巴里，同时点燃，并将烟灰吞咽，表情痛苦。一名游戏女主播一边哭一边直播，不但服下20多粒安眠药，还拿出美工刀来割腕。随后，该主播被送到医院治疗的同时，还不忘与观众分享治疗现场。各位铁粉们、黑粉们，我七哥说到的话我必须做到。我答应今天晚上3万块钱把你给发出去，这是这个村15位最贫困的家庭，啊，1、2天全部发出去。如果不是网络主播之间发生内讧、互相揭短，他们的粉丝们或许很难发现，眼前直播的这一幕公益捐助居然是骗人的闹剧。前1分钟，主播在镜头前把成叠的钞票发到贫困的村民手里，可下1分钟直播刚刚结束，他们就把钱全部又收回了自己的兜里。而这些主播演戏般作假的手段远不止于此。为了增加效果，骗取粉丝同情，多刷礼物，他们甚至还要在孩子的脸上涂抹泥巴。而为了让自己所谓发放善款的情节更火爆，摆拍之外，他们竟将假币发给村民。收到越来越多的礼物的话，我也会越来越花更多的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事发后，当地警方及民政部门对这些主播展开了调查。他们的直播账号也已经被封停，然而公众的愤怒和疑问却没有消除。网络直播最初是应该给一些有一些才艺的人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示，可是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快速走红赚钱的工具了。有人当然就发现了这其中背后的商机啊。咱们先说这个直播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啊，其实那些播主们也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有的是快速吸粉，自己形成一个强的 IP，有的呢其实就是打发无聊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个成都的小伙子，现实生活当中没什么朋友，这个越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种种挫折的人，越愿意在另一个世界、虚拟世界、网络世界里去获得代偿啊，心理上的代偿。对，嗯，他就在这个自己开一个直播间，这小伙子，哎，还真有人给他点赞，给他打赏，他就觉得你看我在这儿能够获得新的朋友。他平时吃饭、睡觉、抽烟都在网上直播，还真有人关注他。后来，他发现被人关注的感觉如此美妙，他就直播吸毒。哇，嗯，那更多的人关注他了啊！居然有人在网上吸毒，对。这回关注他的不光是粉丝，还有警察叔叔。嗯，后来警察找到他，这个人被拘留了。说针对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些乱象，去年12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网络平台对直播的内容担责，并且实时的监督。所以呢，靠这些低俗的内容打擦边球的网络直播平台将逐渐的被淘汰，整个行业也会更加的规范了。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哈，虚拟世界不是法外之地啊！只要是你提供了内容服务，就必须遵守我们国家的道德规范呐、法律要求啊。但就因为直播背后能够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给你送个西瓜呀，法拉利呀，直到最后送法拉利可真得花钱买了，送西瓜是人家系统提供给你的，那有人就为了吸引更多的人送他东西，他就会用很多，吸引你的办法啊，出卖色相的呀，满足猎奇性，对，也有的人为了得主播对自己的关注，你想那1万多人关注这个主播，这主播要跟你打个招呼。哎呦，说王鑫也来了啊！陆一鸣你好，我是不是在粉丝当中就显得卓而不群了、鹤立鸡群了？那花钱，我怎么能赢得他的这个关注呢？我送他别人送1辆法拉利，我送10辆，我这钱从哪儿来？我们看看他这钱从哪儿来。来，起来，做什么事吧？知道吧？来，知道什么事啊？这个被警察从网吧里带走的年轻人是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地区10几起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只有21岁。为什么要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美女主播嘛。据田某交代，他半年前从江苏保应来到南京寻找工作，没想到工作没找到，却在网吧里迷上了网络直播和里面的女主播。为了求得女主播的关注，田某开始频频购买明码标价的虚拟礼物送给女主播，网站设置的礼物价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他一开始只是刷一些低面值的小礼物，可网站不仅以女主播获得的礼物进行排名升级，还定期组织美女主播进行比赛。那主播、美女主播互相 PK， 就互相就 PK 颜值和才艺嘛。由主持来说话，来让游客或者股东来刷礼物，看谁刷的多谁就赢。为了帮自己喜欢的女主播登上排行榜，在比赛中战胜对手，也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虚荣心，田某的礼物越送越大，积蓄全部花光之后，竟走上了盗窃之路。而几个月来盗得的1万多元赃款，大部分用来购买虚拟礼物，最高一次刷掉了2400元。2016年12月，天津警方接到一个自首的报警电话。自首的这名犯罪嫌疑人高某，之前在天津的一家酒店做出纳员。从2016年2月底到6月初，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伙同会计李某，先后挪用了酒店准备用来装修的360多万元，用于给酷狗繁星直播平台上一位男主播刷礼物。就在高某自首的当天，他仍然还在看直播送礼物。他5月29日14时41分刚收到了45000公款，然后呢，他在5月29日14时44分3分钟，他就消费了5万元。这5万元经我们的调查，全都用在了充值这个平台的这个新币上。犯罪嫌疑人高某自己交代，刚开始接触网络直播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花钱。可是，在接触网络直播十几天后，禁不住诱惑的高某也开始充钱送礼物。高某说，除了主播会和自己互动之外，酷狗繁星直播平台所营造的氛围，也让自己越陷越深。他一旦就是到了一定的等级以后，平台就会有专门有人会联系你，会为你定做你，每当你进入一个直播间，就会为你定做你的出场音乐，然后出场动画，也是给人一种虚荣，给人一种存在感。记者在购物网站上输入关键词“直播粉丝”进行搜索，发现有10家人气比较高的商铺，上面显著的位置都写着“直播人气包上热门”，各大直播平台人气粉丝的字样。淘宝上都是挂协议，比如说你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啊，给你挂个1个小时、2个小时，它就会下去了。就这样，主播的人气不断增长，进而带动很多真实观看直播的网友刷礼物凑热闹。为主播花钱，但这部分钱并不是都进了主播的口袋。在直播平台扣除一部分钱之后，剩下的钱会打给主播背后的团队，而主播最终的收入分成也要由经纪公司来确定，一般为30%左右。为了打赏这些网络主播，这些粉丝们可真是够拼的哈。这个其实你看，跟那个，大概5年前、粉丝们追偶像。啊，那个疯狂劲儿是一个道理。偶像下飞机，我去机场接啊；偶像这个住酒店，我在酒店门口等。反正就拼，我是这个粉丝当中，最狂热的啊，对你最忠诚的。所以偶像生日会的时候，我就会收到邀请函啊。那在网络上呢，这个打法更直接了。我肯花钱。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这是钱不是好来的啊。也有一些呢，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有个小朋友，在一款游戏里边，为了打赏这个游戏主播，现在推广网络游戏，都可以用主播来推了。偷偷的，把他们家账户上的钱给这主播打了3万块。他们家账户上一共有多少钱呢？是3万块0.1毛5。他们家是住在城市的地下室里，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进城务工人员，打工的人。你说这家人被这熊孩子得坑得多惨！我们这些做家长的以后要经常的关注孩子是不是沉迷于网络或是直播，然后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要不然真的这个网络直播的诱惑真是太大了。但是直播平台上也不光有这些糟心的事儿，也有一些让人感动的事儿。2016年10月，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3名年轻人通过新华社主办的“红色追寻”网络直播节目走到一起。作为主播，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当年长征路开启了红色之旅。长征这个历史呢，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来说，其实有些遥远了，然后也有些陌生了。希望借着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视角，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关注这段历史。在直播追寻红色足迹的路途上，3位年轻人选取了12个有代表性的地方，贯穿了红军出发、遵义会议、4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重要节点。在11天里，行程7000多公里，他们共完成12期网络直播，网络观看量超过了5500万人次。3个年轻人的实地走访，帮助很多人解开了心中对长征的疑问。我觉得长征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的魂呐，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发扬和传承的。2016年6月，河北省衡水市交警支队通过手机直播交警执法现场，在直播的1个小时里，交警先后纠正了自行车逆行、行人闯红灯等交通不文明行为。这些交通违法者也在第一时间被曝光，超过3000名网友在线观看，留言达1000多条。直播过程中，交警还耐心解答网友问题，普及文明交通知识。看到他们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同时也是在提醒一下自己啊，在自己的出行中一定不能这么做啊。2016年6月，郑州市中原区的城管队员走上街头，针对违规经营展开整治。他们把执法的全程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就超过2万次。已经通过网络媒体调查开了，以后全国的网友都监督你啊！一点。看到网友的指责，违法占道的店主变得尴尬，严称一定要改。 而有了网友的监督，城管队员的执法也显得尤其规范。看到直播有人大声叫好，认为这样的直播既能警示违规商贩，又能督促城管文明执法。通过网络直播来宣传法治，我想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新的思路哈。有关说到底，这个互联网它就是一个工具平台。既然是个工具平台，你在平台上做什么事，那是你能决定的啊。传播力广啊，覆盖面多啊，你可以用来打擦边球，也可以宣传这些正能量的东西，让人感动的东西。多做一些正面的宣传和让人温暖的东西。也有一些学校也吸取了这个直播的这个好的经验，家长们不是不放心吗？包括幼儿园，教室里放一个直播摄像头，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的孩子的状况。这对老师其实也是个监督。我们希望2017年的时候。 在直播平台上，我们更多的看到一些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内容，让我们感到更安全的、更温暖的内容。今天我们天大的小事儿就跟您聊到这儿，明天我和王鑫继续跟您聊那些天大的小事儿，明天见，再见。